你自称恭敬心归三宝，南无不达呀，南无大妈呀，南无上伽呀，南无不达呀，南无大妈呀，南无上伽呀，南无不达呀，南无大妈呀，南无上伽呀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」<coughs> 啊，诸上善人，然后我们随时身口意都会有一个惯性，那、呃、要听经闻法，要上殿，其实都要整理一下你的身心啊，要随时融在当下，这样才能够跟呃时时相应，处处相应，做什么像什么啊？那个就所以做什么。 呃，听经也是一样，讲经之前一定有一个前行，啊，就一个准备动作，一个安排。那、呃、事实上，我我们修到现在已经、呃、用时间已经没办法算了，你走过了空间也没办法算，但是依然故我，哎、呃，就你是你，然后法界是法界，呃，都自成境界了，自己成为境界，呃。 当然，从因果角度来讲，就自作自受、呃。那但是从法界来讲，我们那一念无明就造成我们嗯、呃、不能够解脱、呃。那修行其实就不断的在突破无明，根本到最后是要突破那个无明，就把我们跟法界的分离性把它打破。 那你就在法界，法界会消失吗？法界不会消失，所以佛经里面的比喻，若，嗯，当然是说一滴水，然后滴到大海里面去，用这个来比喻啊，那一样的，我是虚空里面的一滴水，那你要不不消灭呢，就融到虚空里面，融到空性里面去。 嗯，只要是还执着我是一个什么存在的呃现象，那么你就自绝于法界。啊，事实上呢，你在里面本来也在法界里面，生老病死都在法界里面。问题是生老病死，它是一个幻象。你若把它当真，当然就有烦恼；你若晓得它是幻象，那就随缘。一个人真能随缘，他就解脱了。 我们一般会起烦恼，都不随缘，啊啊，譬如说简单，他讲什么话，那你随缘就啊，他说了算吧，他讲了就算。那吃什么东西也是一样，人家煮了什么，那你就随缘。啊，那一想一想说啊，煮这个我不喜欢吃的，就起烦恼；煮这个我喜欢喜欢吃的，起贪念，会多吃一点。 其实都是有问题，都没有随缘呐、啊。但反过来讲，哎，有很多东西，你那个心态，如果用正面，那什么都很高兴。啊、呃，我们比较知道了，譬如说，现在慢慢的花开花落哦，到处都在嗯开花啊，呃。 像屏东哦，屏东那个呃，士林农场，它现在变成一整片的树林。以前是杆架，现在开发成整个。听说那边总共可能有四百多家。我早上才请教请教我们那个苏团长啊，手勾定，哎，他们那边有四百多家。 那你就晓得有多壮壮观啊！那现在刚好是科零啊灰的葵，那整片那个柔柔的紫色，好漂亮，嗯，真的很漂亮啊。呃，问题呢，它也不会开太久，那一两个礼拜就通通又掉光了。这美的东西、精彩的东西，当然都是无常，而且还特别短。 时间特别短，那叶子可以可以在树上一整年，但是花开呢，大概最多一两个礼拜就不见了啊。那树干呢，可以活得几百年，但树叶呢，就只能最多一年。那花呢，最多最会开，大概也是一个月吧，很少花开过一个月的啊。所以我们就晓得，这一切它大自然法界就是这么样子在。 哎，说法给我们听，那我们知道啊、呃，那个你要成长，要绽放那个花朵，其实要蕴含很大的能量，但是一展现出来，很快又消失了。所以你不能有得失，哎、呃，就是理所当然。就好像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，啊、呃，然后到到五十岁、四五十岁是你一生里面最精华的时间。 身体啊，精神呐、啊，都特别好。但过了这一段呢，你就慢慢的往下走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啊，你剩下这么这么多的体力，这么多的精神，要怎么用才会精彩，才会好？啊，不要还是一直想我，我过去多怎么样怎么样，有些不服老，不服老当然精神值得鼓励，但是那个不服老呢？ 那是一个妄想，是一个妄念，是个颠倒想。你一定要服老啊，老了就没用吗？不是，老为老婆不啊，笑脸用心面。这个我小小时候都会听到这句话。哎、yeah,，老了以后就可以用你哎、呃、一生的经验来回向给我们的下一代，来服务我们的社会。很明显的，你如果没有退休，大概上班的时间就把你。 搞得都累掉了，所以那时候你想发心也没办法啊。那退休了呢，时间都是你的啊。所以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哎，女性、女菩萨都特别精进，为什么？大概就他们的。 时间从年轻就有在安排，有空出来的时间，他就会再去进修，已经心习诚信，所以学习的精神不断的有。但是人男的呢，讲好听就是一家之主，有比较重的负担，所以他一直想休息而已。嗯，上完班回家也是习惯了，懒洗懒洗。 退,失退休退休了以后也是一样，习蓝喜欢乱洗乱西，啊，所以就发觉，诶，呃，女性是越活越充实，男性是越活越无奈，啊，尤尤其像日本那种国家，嗯、啊，更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只是大致上讲，那我们晓得这个有这个共业，有这个共同的习惯，但是我们是一个修行的人，所以是要把行为。 往对的地方去修整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会，那心态也是一样。嗯，我们一般可能越有学问的，可能就越越自负啊、呃，说了算。但是我发觉真有学问的都很谦虚啊。我上个上上个礼拜，礼拜五、礼拜六就去接一个大老板，他他是。 留美的博士啊，就又有学问，然后事业又做得很大，呃，那因为他现在对佛法也很投入，嗯、呃，所以就发现了、发觉了一些问题，找不到人问，那就又约了我，因为上次已经约过一次，他很满意，所以就又约一次啊，所以这个就是，其实我们。 学半天，修半天，就是以备不时之用，啊！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，这个、时候你在准备已经太慢了。就是你平常就要累积智慧之粮、福德之粮。那福德之粮就是有多出来的时间，嗯、智慧之粮就有多出来的知识。你你的你的知识、你的学问比别人好。 你就有智慧之粮可以布施，你的时间比别人多，你的财力呀、啊、什么都比别人雄厚，你就可以做财布施、法布施，啊，所以我们在修什么啊？当然现在都是呃尽量的精进。那每事或者每一个当下都有不同的目的、不同的重点处，就是你认为重要的，那我们就全力以赴。 那是一个态度，啊，那是一个态度。态度对的人，他做什么都对；态度不对的，长久因为他对而不对，因为他态度不对。他有很好的学问，有很好的能力，因为态度不对，这个学问跟能力刚好都会变成他的造门，嗯，学问变成他的法值，那个呃，那个能力呢，变成他的我值。 所以这个都不是好现象，因为他态度观念错了啊。所以呃，其实学半天也是在我们我们在这边共学，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的一些知见啊。可能过去以为那样对，你从看佛经啊、呃，发觉到我们那样不对。那过去没有建立什么观念，因为学佛，因为深入经藏，让我们建立起正确的知见观念。 就就这样子而已，啊，所以嗯，大家尽量的嗯，还是放开自我，嗯，敞开你的心胸，然后去吸纳这些正面的能量，这样才有办法慢慢的提升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页哈，第二行，上次讲到坚深信坚固犹如金刚。 那这个对法、对佛、对善知识，当然要有坚固的信心啊。那接着下来，你有这种坚固的信心以后，以后呢，你所学的法才会发挥作用，你才能真正学到法宝。法宝就是真正的正知正见啊。那。 真正的正知正见才有办法照破你的根本颠倒的无名，啊，因为有无名故，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愚痴啊，很多蠢动啊，啊，很多造业的机会。那你有正确的法宝、正确的观念、正确的知见，那而且随时在发挥它的作用，它就可以照破我们的无名。 照破我们的习气，照破我们的业力啊！那有这样以后，这个法一进来，被法所普照呢，就自然把我里面的业障通通照掉。嗯、啊，就好像我现在很热很渴，那突然天降甘甘霖，那个、渴就化解掉，那我热恼就会变成一种清凉的感觉，所以。 呃，这个就是法宝最大的作用。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，但这个东西呢，功能太大了啊，可以除我们内除我们的无名，外除我们的热闹业障啊。所以所有的声音里面，其实法宝是最微妙的声音。你歌唱的再好听，那过了就没有了。 当下感动一下，过去就没有了。但法宝呢？你吸收了以后，那它就随时就入你的心，你随时它照亮你，你随时可以把这一份光明智慧展现出来，就又可以照破很多的业障，照破很多无名啊。所以，呃，我们要说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话，都有声音，但这种声音里面最妙的就是说法。 说法一方面可以探讨实相，二方面可以传播正见。那我们没办法解释，那有空就多诵经论，啊，多多念，念出来，一方面是呃普照自己的呃的内心，二方面呢，那普照这个法界，因为在我们周遭，其实有太多太多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存在。 那你把这个法给念出来，那事实上就有他的功德力。那当然，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：，诶，他听不懂这这种话，你念他有什么用？所以，因为这个缘故,故，故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语言要进入意义。我在念他的时候，若有这个意义。 那这个意义就是一个光明，就是一个大能量。不管他听懂不懂，都有加持力，都有受用力。若语言，非要一个老外跟你讲话讲半天，你越讲你头越摇得厉害啊，那就不相应。但是呢，他如果真的用新的那个发出来，其实你慢慢看他的表情，你不要懂他的语言，你都可以跟他相应，就把那个。 真正的意义表现出来啊，你就会相应。其实我们人本来是没有语言的吧，所以语言是后来相约俗成的一种工具。在没有语言之前，人还是一样活，社会还是一样在进步。靠什么来的？就靠那个心心相印，靠做一些动作，而不是语言。语言文字呢，都后来发展出来的东西。所以。 呃，当然诵经有很大的功德，但是了解他的法义是更大的功德。然后了解法义呢，为心所用，心随时我们说动念即乖，那是动妄念。若动清净念呢，动念就是最大的加持，最大的布施。一切布施里面，以法布施为最上。法就是正知、正见、正念。 法就是实相，啊，好，那那所有法里面呢，其实最重要的法叫做缘起法。佛法跟其他法最大的差别，也就在佛讲出了缘起法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得理路，啊，但是真正把法的实相讲出来的。 就是佛陀，佛陀就是对一切法、对一切相深入的去探讨。他知道一切相都是无常相，一切法都是缘起法。他知道了这个，所以他就没有法执，没有不会着相，没有法执故，他不起烦恼；不着相故，然后他就不会有对立。 不会有得失啊，所以呃，一切法里面最究竟的法就缘起法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缘起法。那你真正深入了缘起法，就只有缘起。我常常讲，常只有缘起，没有对错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一定怎么样，一定不怎么样，所以就能够断诸邪见，邪见就错误的见解啊。好。 坏，对不对？其实通通是邪见，不是没有好坏，没有对错，而是它是什么，你就知道它是什么。它不对的，你知道它不对，接着下去呢，怎么让不对变成对吧？所以你看到不对，是智慧的开始啊。 呃，见烦恼即见菩提吧，转烦恼成菩提，啊，说从无名变成智慧，这个这个才是真对。但是我们不不是这样子，哦，这个对，这个不对，我就坚持这个。那不对呢，我就坚持他不对，坚持他不对，他永远不对，他永远不对，就是你永远不对,远不对。你看他怎么看都不对，是你永远在不对里面。所以，呃，不是要你没有。 没没有是非，没有知见，不是要你那个样子，而是知道，你认识清楚，目的是要怎么样子？哎，它的作用是在哪里？啊，是是要再进一步的去提升突破，而不是停留在定见上。我说是就是是，我说非就是非，那不对，代表你的智慧一点都不长进。你现在可以有是非，但是那个是非。 不能停于过去，更不能停于未来，啊，也就是要不断的突破，不断的突破哈、啊。我们现在看以前看不懂，那、啊、现在看得懂，就代表我们有在突破。以前小时候说不能怎么样，现在才知道不是不能那个样子，而是我那时候条件哎不晓得要怎么样子做它，所以那时候不行。啊，现在如果小时候不行了，现在还是一样不行，那就代表你根本就不行。 一点进步都没有，所以菩萨，嗯，跟生文、跟凡夫当然有差别。嗯，生文要做一个对的生命体，菩萨要让一切的生命都对，这个境界就差很多。一个是自受用就可以，我我知道啊，我这样做对我就去做，我这样做不对我就去就不去做。 啊，诸恶莫作，奉众善奉行，行所当行，止所当止，这个都是一个呃，想要做对的人应该有的态度。那你如果一直只停留在这边，那就治疗汉而已啊。所以，让菩萨就要希望每一个人都对啊。你希望别人对你自己不对，你怎么能够希望别人对所以，当然还是要先修身文。 就是说，把自己的行为、身、口、意的行为都把它弄对。那当然，在声闻里面，那个意的，就是对现象的了解啊。它的作用是对身跟口来产生作用。但是到菩萨界的时候呢，就要把这个除了正确的知见以外，那这个正确的知见随时要放光，随时要拿出来饶益众生。 那你自己如果都不受用，你怎么饶益众生？你若做不到，怎么能要求别人做到？啊、嗯，所以怎么修，其实他是很清楚的了哈。好，那么呃，所有邪见里面就相对的有无啦、好坏啦，就这些。只要落两边的，通通是邪见；落两边的，通通邪见。那对错是不是邪见？对不对？ 只要落两边的都是邪见，因为它本来不可得，本来没有对，没有错。那所有对错都怎么来呈现？只能说随缘显现，那个因缘到哪边就显现到哪边，这哪有对错？我因缘到这边，我不懂，不懂就是不懂啊，有什么对错？我不懂才是才是对啊。 你要求我不懂，要我所懂，那当然不对啊。所以你你如果知道缘起，那么就如实的知见到因缘，它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显现成什么样子，这个就是假象里面的实相，就如实的去呈现。那我我们很简单，你比如說学东西，哎、欸，问你懂不懂，不懂就说不懂啊，不要装懂啊。 就就这个我知道不懂，我说我要再学啊，那问题就不承认自己不懂，你就不想学啊。所以这个就不懂缘起。那不懂缘起来自什么？来自于你没有养养成随时做内观的习惯，没有养成啊。所以我们修行最大的突破，就是慢慢的从根存的相相偶，就互相的对，然后。 呃，产生各种意识的分别，要从这种习惯慢慢的转回来。根其实就只是照见，那照见的呢，就只是外面的一个现象。那根跟尘，它就不会，哎、呃，没事就拉在一起，哎、呃，拉在一起的时候，意识就会加进来啊。比如说，现在整个世界。 到处都有东西，它跟你什么关系？它事实上是存在的，跟你什么关系？因为你根跟存不相处啊，所以它存在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啊。那但是现在我们想一想，不仅仅空间哦，时间也是一样。呃，昨天的事，昨天的事老早过去了，但是你心一想起那件事，就把昨天的事拉到现在来了。 所以你你的生命，你的整个生命，你的我跟我所，完全是你的意识在那边演戏啊！你如果不懂这个，那你怎么修啊？所以，呃，空间、时间那个都方便说，但我们的心呢？为什么说我们的心在法界里面？你的心是可以打破时空的，你就知道你的心有多厉害啊！ 不仅你心厉害，我们的意识也很厉害，都可以打破时空啊！<laughs> 所以你就要晓得，修行如果掌握到这个最重要的，然后去做突破，去做正确的认知。其实三世十方当下就打成一片了，不是不存在了，就就打成一片啊！所以呃，要解脱，要融到法界里面去，要圆满。 要在法界里面，呃，实现啊，佛圆满了以后，还是在法界里面实现的。难道圆满以后它就不见了吗？就是一个空的存在吗？不是吧？啊、呃，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懂这一件事，不要落空有的断线邪见里面。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落在那个邪见里面，没有正知正见，怎么会有智慧？ 没有智慧，怎么会有慈悲方便？啊，就通通没有了。反过来讲，你若真的深入缘起，真正的懂得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真正懂得有这个正知见，你就有正方便，有正方便就能够显现正慈悲，然后去达到饶益众生。好，那所以到最后，因为有这个。 正确的智慧，所以到最后，所有的习气，所有的习气，残留下来的习气，都会被你的正知正见正念照破、照断、照透，不需要去把它搬掉。啊，千年的暗示，只要燃起一灯，当下黑暗就不见。 他没有说，我慢慢让你变成看得见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样子。那你的烛光再小，你都可以照亮它周遭。那当然，烛光想你能够照破就有限。这个业力啊，喜气还很重的时候，你即使有一点点正知正见正念，但是还是做不了主，还是产生不了很大的效益。但是还是要升官延期我现在有这个条件，我就守住这个条件就好。 我承认，我这样子至少你保得住自己了，然后慢慢这种定力越来越越有，那个妄想啊，那个颠倒、啊、就越来越少，它就越来越亮，这个星光就越来越亮啊。所以呃，我们修行就这样老老实实的往里面去下功夫吧。啊，好，那因为我对法完全通透了。 深入于佛说佛说法就是讲缘起法啊，佛说一切法啊，为治一切心。所有缘起法，所有的无明，所有烦恼，都可以用不同的缘起的道理来突破。所以我们说，譬如说法华经，法华经有法华经的缘起说，哎，华严经有华严经的缘起说啊，那涅槃经有涅槃经的缘起说。啊 就不同的因缘，哎，不同的经典，就是在讲不同深度的缘起，啊，那你不管，呃，什么东西，譬如说啊、呃，我们一般有烦恼，那就讲一般的缘起说，说缘起就是根尘事，六根六尘六四，就在十八处里面，你去懂它以后，你就慢慢的就可以把烦恼拿掉。好，如果说哎、呃，我们抓着自己不放，在无蕴里面起烦恼了。 你就从造见五蕴来去把它拿掉，所以不同的经典就是讲不同的缘起，对峙我们不同的程度的无明啊。所以当然不能得少为足，但是是不是足，碰到业障你就知道。哎，我修的不够，我学的不够，只要还有业障，就代表你的懂的东西就还有空间。 还有在拓展的空间，所以真的佛到老学到老，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学。这样子的话，哪一个人会还是那么样子夸张嚣张，以为自己怎么样了？啊，最近，嗯、呃，那看电视哈，看电视，啊，看电视看那个浙江，嗯、呃，浙江的电视台。 那在在转播，呃那个就呃最美的声音，哇，不得了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唱歌啊，不得了啊！我我算是很会唱歌的了，但是现在不没有说宝刀未来宝刀已老啊！但是看着他们，还是不得不赞叹，那对声音的掌握啊，那真的炉火纯青，出神入化。 太厉害了！现在年轻人太厉害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希望。一代不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强过一代。以前的歌星跟现在的年轻那些歌手比起来，根本就不及格，差太多了。你说费玉清啦，什么好像已经很厉害，了，但你现在跟那些年轻人一比起来，啊，只是美声而已，声音不错，控制的很稳定，啊，很柔，就这样而已。 啊，其实里面没有什么张力，没有什么炮，没有什么穿透力。哎，但是现在年轻人，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习很多，学习很多，而且不断的在练习，那当然他成就的就快啊。以前像我们学到、呃、这边也算老了，六七十岁了，但我们脑的刺激，我们的视视野，我们的世界，我们接触的其实太有限了。 尤其在座的各位，你想一想，你一天到晚在古人世里面，你碰触到什么东西？<laughs> 你碰触的是什么东西？你想的是什么内容？嗯，当然，我这样讲不是要你不安于世啊。<laughs> 明天开始我就到处去玩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样子，而是真正的要打打破你的视野。尤其我指我见。 我们真的太幼稚。当你以为你对，坚持你对，就证明你幼稚。啊，我讲这一句话，大家随时想到，你就不会再固执。你懂多少？你还固执什么？啊，所以，哎，慢慢的，就我我我们打开，那现在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我知道，哎，人家走在前面一点，都。 见过一点世面的，他们都知道是那个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即使还没有见过世面，我也知道那样才对。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改掉了。不然佛经在研究什么？你要成佛才会讲出这种道理嘛。当然，成佛才能真的讲。但是我还没有成佛，我就能讲了。为什么？我把佛陀的智慧拿来用。虽然不是我亲证的。 我确信他讲的是对的，所以我只是当传声筒够了，啊，因为现在找不到佛啊。如果没有法师说法，没有深入经藏来说法，那你要等到弥勒菩萨来吗？现在就要修，弥勒菩萨来你才能当当听众。现在你如果不修不结这个法缘，弥勒菩萨来你也没机会啊。嗯，前面两千五百多年前。 我们那个时候老早已经在轮回了，那为什么没有碰上释迦牟尼佛？就是过去没结缘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不断的、不断的学习、不断的修啊。好，当你真懂法的时候，你在说法就完全没有畏惧啊。我我我们说正气凛然了，在讲法的时候。 因为不是在讲我的意见，在讲佛的意见，你还怕什么？而讲错了，佛负责。但是不能用你的意思乱讲，你若照佛的讲的法去说，你完全没有，完完完全不需要恐惧。那要达到这样的，你必须真懂法。嗯，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不断的探讨，不断的思维啊，那不断的深入精藏。 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哎，当你学的越多，你就视野就越开阔，就比较不会有我执法执。你若学一点点，就以为你已经学对了，就坚持这个样子，那其实又有法执又有我执，因为无名故，所以有我执；因为以为自己懂法故，所以有法执。啊，这个当然都要避免。好，那么。 讲东西不是在卖弄，而是要唤醒众生，知道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真知见。啊，那狮子一吼，其实目的不是在让这众生啊这些野兽害怕，而是回到一念不生。<laughs> 那我们这狮子吼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会怎么样？就突然。 嗯，当然我没有这种功力，但是听说我们老和尚很有这种功力，常常狮子吼，哎，一吼起来你就什么妄念都没有了，哎，那那时候就变成白痴一个、傻瓜一个，但是那就是本来的你。当你又开始找到了要去回答的，其实这时候我又出现了，嗯，所以那个狮子吼一下来，所有妄念当下就顿歇，歇即菩提。 当我们往内歇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你的正知见，也就是你心本来的面目。你心本来没有对不对，没有任何的执着，没有任何的我。哎，这时候对了，但是很快又不对了，因为我那个习气实在太重，我的习气太重，我的知见太坚固了，所以很难。 那所以说，当你真正懂缘起法的时候，这这边当然在讲的都讲菩萨了啊，讲菩萨，他其所讲说乃如雷震，啊，就好像雷啪一下，那我们当然躲在房子里面，你啪一下只是吵一点而已。但是如果那个雷声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恐惧？会有啊，万一。 立功怕的为安装，嗯，以前真的，呃，都会有那这种恐惧，因为那个实在太吓人。你说一个响雷，那多大的能量，不是你能思议哦！啪一下，那个电，当下出来的电的能量，绝对不是我们一般说归结归结了，那个都是至少都。 五位数、六位数以上的了，啊，你一百亿就可以把你电昏了，那个就把你烧焦了啦，所以它恐怖不恐怖？当然很恐怖了。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物理现象，就大自然法界里面的两性相依啊，就就一片带正电的，一个带负电的，它突然吸引，砰一下就出来了啊，它它在虚空里面。 幻变幻化，那一声响雷震破了我们的无名啊！所以，呃在这里面，当现在春天到了，慢慢的就梅雨就来了。那如果常常有响雷，机会就多，就会多下雨。所以以前碰到这个叫“惊”智，直惊字啊，“惊”是惊怕的“惊”，害怕那个“惊”智呢，就执着执下面一个虫。 哎，也就是说，把我们冬天躲起来、埋起来的生命力唤醒，让你又吐吐芽啦，又嗯、呃、长叶子、开花，种种的生命又复活。那一样的法的这个狮子吼，法的雷响一阵，其实是要唤醒我们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就是所谓如来藏、所谓的佛性、所谓清净的心。 所以当然需要多闻法、多说法。那这个说法、文法的功德不可量，无有量就没有限量，以过量，超出一切思量。你可以想的，哎，都没有文法的功德大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，你布施多少恒河沙数的什么七宝啊，什么然后多少。 恒河沙数的佛，你去供养都不如受用、受持一个四句偈，实用可以自用，讲一个四句偈可以弘法，都没有这个功德大啊！所以我们就要知道，所以越来真正你越修行，就越对三宝越重视。只要有机会，就要。 皈依就要熏习啊，而不是一天到晚熏习那些有的没有的，坚持一些有的没有的啊，在那边生是非，在那边起烦恼，那完全没有意义啊！就根本就证明你不懂法，你只懂你自己的私心。你如果懂法，慢慢就可以照穿你的私心跟邪见，跟这些习气业力啊。所以法。 还是最重要的。那菩萨最大的功德，就是在弘法利生。所以菩萨菩提萨多又叫觉有情，反过来就是用觉来觉醒众生啊，让众生能够觉醒。所以那个觉也可以当动词，就拿来饶益众生；也可以当形容词，你已经是觉醒的众生。 你已经是觉醒的众生，这个就当叫当形容词，当动词呢就觉有情，去去去饶于众生，去让众生能够啊觉醒啊。好，极众法宝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之意，所以我们一个菩萨呢，就是要把所有的法宝。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法门无量誓愿学？哎、嗯，把所有的法宝都受这些，那个那个八万四千是从一而演发，那同样的，你要又回到一，就要收摄八万四千，才是真正完美的、完整的具足了。嗯，所以那一样的一个菩萨呢，他就他到处弘法。 到处去学法，最主要，也就是说，他要知道这个法宝法的真理到底是什么，嗯，他能够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演化出来是什么，能够展现成什么样子的样貌啊？那这个打比喻就好像说，一个呃，这个这个商主，一个孩子导师啊，就是专门行船的，因为以前说七宝啊。 七宝，呃，大部分还是都在海里多，大部分都在海里，所以那时候要集宝都要入大海、入深海。那我们知道哪边有什么矿啊，然后就去寻宝。啊，你是过来人，你就可以带你的商队去取宝。那一样的，我们小啊，晓得八万四千法门，哎，这么三藏十二部，每一部经论律里面。 都有他的宝贝。你如果是一个那呃菩萨，你深入了以后完全懂，那你就可以带着还不懂的人去寻宝。经论也是一样，经论就是佛的智慧宝藏里面的三块三学啊。这个其实你只要真想学佛、学成佛了，你三藏你都要通透，都要实践，哎、欸，这样才行。 那你是过来人，你就可以引导别人，呃，所以就如呃这个海里面的导师的这些呃船长啊，啊，他完全了达诸法神妙之意，因为在法法藏里面，这个法法海里面，真正的宝就是这这珠玑哈，这個啊、这些珍宝，这所有的最美妙的珍宝就在哪里？就在三藏里面。 面，啊，三藏每一个藏都是一个大海，那你怎么去去去把它吸收，把它发扬光大？那接着你懂这么多，你也想弘法利生了，想要呃引导众生去成佛，那当然你就要能够对机说法，所以善知众生往来所去，及心所行。 就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习气业力，都有他心里面的好药啊，他觉得什么重要，他很想学什么。你如果呃不是真正的懂得那么周遍的话，他想学的你不懂，你就没有办法引导他。所以为什么法法门无量寺院学？你真想当菩萨，真想遭遇众生，你必须把十十八般武艺都完全娴熟啊。呃 那那那一天，那个那个呃那位先生，他其实就问我一些，就是中观跟唯识它的差别在哪边啊？然后六识跟八识的差别在哪边啊？为什么要讲八识啊？哎，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你还是要你深入过，你才能够把它弄清楚，不是谁讲多。 讲对讲错了，而是知道这个法它是对哪一种机在说，这个法是对哪一种机在说。基本上，中观般若是对我们的邪知邪见我执在说，那为是呢是对我们想行持菩萨道在说。你想一想，你如果要行持菩萨道，那跟你讲中观，跟你讲缘起性空，你会怎么样？ 不落两边就对了啊！问题你现在要怎么办？我不落两边，那你就空了吗？不是嘛？你当下还是在在有里面呢、啊。哎、啊，你怎么用？所以你就要懂为师的道理啊！心生则种种法生。你现在要什么，你就用用什么方式去去做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讲为师它叫广行派。 广行就是说，你要深入去行持，你就得懂为事。那你要打开你的智慧，没有任何的法执，不起任何的分别执着，那你就要懂中观，不弱啊。呃，什么东西都粘不住你，你当然就解脱了。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两个讲同一个东西的，但是对峙用途不一样。 那我譬如说，我们讲六四还是八四，很明显的六四。那谁起六四呢？我会有分别心，我会有思维力，谁呢？他自己会会就，所以你一定要说这个六四后面还有能够让他成立的东西，所依吧。好，那我们说那个就是我执我见，好，第七世好了。那第七世我执我见又从哪边来？它寄托在哪里？ 哎，就寄托在八士里面了，啊啊,啊，所以又又八士又叫种子种子识啊，就储藏一些种子啊，职场啊，啊,啊，他就执着就抓着不放啊。好，那如果这样子八士永远是职场的话，那么你怎么解脱，怎么成佛呢？他是依什么？是非难难道本来就有的吗？起了我的以后才有是非了、啊。 所以在八士里面还有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叫如来藏，就叫佛性，就叫法性，啊，所以为什么要这么深？都是为了要讲清楚。但是讲到这边有讲等于没讲，对不对？讲到最后你有佛性，有讲等于没讲，要要你去用它。我现在如果还是用我第六世的习惯分别。 那么我认为什么就是什么，但是你又知道，我里面还有一个不不落是非的心的觉知。哎，你赶快回到这边，那边也就放掉了。所以有这种知见，其实是要我们拿来用，拿来拯救自己，拿来拯救众生，而不是这种知见变成你头脑里面的一个游戏的呃内容，那就叫戏论，那就没有多大意义。所以深入精进。 是要突破所有的无名，是要让你的呃功德力啦、啊、智慧力、啊，所谓如来智慧德相，能够启用，能够有一个依据，能够开始转化，哎，这样才好，才真正有用啊！好，所以呃，我们要弘法利生，一定要对鸡啊，晓得他想学什么，他问题出在哪边，怎么样去化解？啊，你若自己都没化解。 那你怎么帮别别人化解？所以修行，我早上也特别提到，就修行，我们现在最主要、最主要也是看好自己，看好自己才晓得我问题还有多少，我怎么办？啊，那不懂没有办法，就去找善知识，啊，找不到善知识，就从真正的佛菩萨，就最大的善知识，你就进入经藏去摸索去找。 那拿起每一部经，都好像你跟佛、跟那些当机众在参与、在对话啊。所以，我们说那个前行，其实好像念起来都是如是我，意思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像什么？其实要让你带进去。现在跟你一起在听佛说法，有这些师兄弟。 有舍利佛、啊，有目犍连，有迦舍啊，什么这些？哎，你这样一下就把自己提升起来。我跟这些圣者一起在听听闻佛法，那当然当下你的身心就不一样。千万不要用凡夫的身心状态想要修行，是很快的。你一定要看到你的凡夫习气放下，这时候我不能有这些。哎，你慢慢就跟圣者在一起。 就跟实相在一起，而不是被假象在那边玩弄啊！所以这个都其实都是学佛很重要一些事件、一些基本态度了。好，那么尽无等等佛自在会，实力无畏十八不共，也就是说这些菩萨呢，就这个当中现在都在描述这三万两千个菩萨，他为什么能来参与这样子的法会？ 基本上，他们都已经受过这样的训练，而且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他们的境界是什么？也已经近邻接近了无等等啊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他已经接近哦，接近无上正等正觉、哦，所以这个跟佛一样的智慧呢，在对他们来讲，都已经变成很自在了。 也也就在这里面，他已经可以受用，而且可以展现啊。那进一步呢，他也进，所以进进那个是动词吧，就接近的时候，呃、欸，就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他跟佛的自在的智慧，跟佛的实力，呃，四种无畏，二十八种不共的功德，其实都已经差不多了，但差一点点。 差不多，但是还差一点点，所以还是不是佛，还是得来闻法、听佛开示。那、呃、知道这些人本来是来听佛开示的，结果这个法会的因缘就让威蒙觉这这个月大居士来说法，啊，那你就晓得威蒙觉居士有多厉害。 他可以对这些快要成佛的菩萨演更深入的法，所以你就晓得那一点点无名，其实就可以换现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内涵。以我我们我们知道，那个法真的是无穷的妙。所以我觉得我比你们比较幸运的是，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耗药完全不退，就对法。 绝对不会说啊，我已经懂很多了，不需要了。没有，我现在更需要法。只要看到，呃，哪一个、呃、这些菩萨啊，哪一个善知识啊，有新的著作，有好的著作，我都会想去，嗯，恭听一下。就请这个善知识回家，跟他聊聊天。你买一本书回来，就是请这个作者回到家，啊，跟他聊天。啊，那当然。 所有东西物以类聚啊，然后呃，出版社那么多书，对不对？书局那么多书，你会去看什么书？就跟你相应啊。比如小孩子就喜欢看漫画啊，你你拿佛经给他，完全不相应。所以，我们当然你在懂得再多，其实能够相应的还是有限的。那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面，啊，怎么样子？ 把它用得最恰当、最如实、最最真的受用，这就你要去抉择啊。那你是一个学佛的人，当然应该要对佛的知见、经历论就有责任，而且应该有动机要进去，而不是把它摆一边。我只要念佛就好，我只要怎么就好啊，我只要随众就好，随众念佛那个基本功夫。 这样是不够的，你没有正确强有力的动机，你拉不上去的，啊，你没有很深的知解之见，没有清净的起心动念，心不净，净土不可能现的，不可能跟你，不可能让你受用因为你根本就就没有那个内涵，你怎么可能去啊？所以千万不要把佛法弄得那么狭隘，呃，弄得那么简单，那一点都不简单。 啊，虽然一点都不简单，处处时时，你只要懂佛法，都可以踏实你的身心，你身心都会很安稳。做多少算多少。我现在能念佛，我就念佛，念得很愉悦，而不是我现在能念佛，我想我一定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。可以，可以跟你保证。就最后你死的时候还在念佛，这时候就去没问题。你死的时候都还在念佛，那大家就去就没问题。 啊，那如果你现在我现在念佛，等一下跟人家吵架，你还是这种习气，保证你绝对不会去，绝对不会去哈。呃，念到最后，哎，我随时都在念佛，一心都在念佛，二六时钟都在念佛，这时候你去去定了，因为什么都动不了你了，业障也阻挡不了你了，生老病死你都看透了，那去就没问题，因为这时候你心真的已经清净了。 要这样，要这样修，这样检验，你才能越来越精进啊！好，那实力啊、是无畏的，十八不共法，我想这个后面还会提到，现在我们就先不解释啊。那因为有这样子的自在的智慧力啊，那、呃、功德力完全具足了，所以当然所有的恶趣门都可以关闭。 啊，我们为什么会到六趣里面？就很明显，就贪嗔痴慢疑，啊，这这这些习气在，那强烈的恶的贪嗔痴慢疑就往下山下山道去去做；若中性的，甚至是净性的贪嗔痴慢疑，就想就往山山去去；那若完全清净的。 就出三界，就出六道轮回，就这个样子。那所以我们从，呃，诸恶趣最大的特征呢，就你随时都在烦恼中，啊，譬如说在地狱道，随时嗔怒的火都在烧着你；在恶道呢，那个贪欲的佛随时都在烧着你。 那畜生呢？那鱼吃的火，那个随时都在把握你、掌握你，那当然就很难、啊、处理。所以我们有这种知见，其实自自然然就會关闭一切诸恶趣的门、啊。不是没有贪嗔痴，而贪嗔痴起来，马上用自在慧，马上用十力、四无十八不共法去去把它对，哎、欸，马上它就不见了啊。那 虽然这样子不是要你出离六道，所以这边当然就不太好说。菩萨不能离开六道，但是他保证没有三恶趣的业力习气。那只有这样子，才能到善趣、恶趣里面，他都能够自在，能够发愿。 因为我进来，我有把握不会被转，那自自然然你就很自然就升到五道里面去，然后在五道里面现你的身。这个他这边为什么讲五道？因为阿修罗道，他把它列到天、人、阿修罗没有哈、啊？有天的阿修罗，有人的阿修修罗，有恶鬼的阿修罗。 有地狱的阿修罗，哎，畜生的阿修罗，啊啊，地狱里面没有。啊、那譬如像呃，猴王啊，狗王啊，这些其实就是畜生里面的阿修罗，他很大的泡，但他因为他有那个业障，所以先恼生。啊，那我们人里面有些人福报很大，但他脾气特别不好。 这个也是人道里面的阿修罗，他他他有福报，但是他那个脾气就掌握不住，所以阿修罗是变在其他四道里面啊。那地狱道为什么没有阿修罗啊？地狱道他随时都在大热闹里面，根本就提不起什么正念的，哎，从来没有歇过啊，就从那痛苦从来没有停过啊。那阿修罗。 他其实是有很强的自主性只是他那个自主有不好的，尤其那个嗔的习气有那个东西在，所以呃他这边只讲五道啊。好，那么我如果是一个菩萨，我自己可以不落三恶去，但我自己要随时发愿到五道里面去。那这五道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呃这个恶鬼畜生吧。 所以他还是会到那边去教化。那如果到佛呢？呃，我们在密教里面有所谓六能人，六能人就是在六道里面都有佛在教化。所以这些大菩萨，呃，除非像地藏王菩萨，他就发愿在地狱里面，那他个别的别愿，个别的愿力啊。那所以。 呃，像佛的话，那那个地狱啊，什么都有一个，都有佛在教化。这佛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些了啊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说，其实众生有病，说我有病。那你要当大医王啊！大医王就是对医术完全能掌握，对医治众生的病完全有把握，完全有善巧，王就自在的意思哈、啊，自在。 那他会很善巧的去，呃，治疗众生的病。那这边当然指的这些各种药就是法药了、啊，啊，那个病呢就是无名的病了、啊，啊，就支见上的病、邪知邪见的病，然后能够应病与药，就是能够斗对机说法，知道你是什么根气，我就跟你说什么法；知道你有什么烦恼，我就可以。 告诉你能够对治这种烦恼的法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菩萨令得福行啊，希望就是说，呃，能够使他们都能够服这种相应的药去治好他的病，而且能够依着这个完全正确的知见去行他所该行的啊。我们想一想，呃，如果你有病了。 那医生也开了对的药，你不吃会好吗？那一样的，你你有烦恼，我教你对峙的法门，你若不去实践，那烦恼会去除吗？也不会。所以我们除了懂之外，很重要就是要去实践，把懂得真理、正见、正正知、正念，变化成正行。 啊，正确的行为，那这样的话，他才会有真正的功德力。所以，因为能够呃信受奉行了，所以自自然的无量的功德就都能够成就。那成就无量的功德，这时候是对你自身而说，对自己来讲，因为你这样子的正确的行持。 慢慢的，所有的功德，不管福德智慧，就慢慢都能够圆满累积。那从化他来讲呢，每一尊佛都有他的教化的刹土，就所谓佛土。那所以，因为他已经成就了这样子的福慧功德，已经成佛了，所以无量的佛土就能够，呃，因为他的功德力而得到庄严清净。所以一样的。 其实我们不要讲佛、哦，你所受用的衣报，其实就是你内涵的显现。你你在这种衣报、这种外面的环境里面，其实都是你的心所招感显现。心如果清净了，外境就跟着清净；心如果乱七八糟，那外境就跟着乱七八糟。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说：“哎，没有啊，嗯，我只是懒惰一点，没有去整理呀、啊。”其实你如果心是那种之间，因为这是你的医报，你正报在这种不对的环境里面，你就不自在，就不整，你就去把它整理整理啊。那除了你不去面对它，不去面对你的境，其实就不敢面对你的境，不改变你的境，就是不敢面对你的内心。 所以，到最后正报、异报，它一定是一体的，啊，一定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修行，其实都从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去下手，然后把慢慢的把那些不该有的东西、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就把它拿开，你身心就感觉就很清爽，啊。那如果还是有很大的污染跟干扰，那你我们心很难很难。 所以，呃，这个这个其实当然也是慢慢修，啊，慢慢修，因为我们外在其实我们也是，呃，习气业力的招感。那你现在有政治证件的，要把那些改变掉，当然还是要依法奉行，啊、要去啊服刑，嗯、啊，才能够慢慢把医报也改变掉啊。好，其见闻者无不蒙利，因为你已经修到内外。 都已经通透了，正报医报都能够显现的，所以只要看到你的，看到你的医报的，啊，那简单说，那一个一个学者，他做了一本书，那你去看他的书，这这是他的所生啦、啊。当你看到那书，你就等于也受用了这个学者的整个功德啊。那我们。 讲这样可能太深，比如说一个人很会煮菜，他把菜煮得很好吃，那个就是他的内心的功德的显现。你吃了他的好吃的菜，产生那种发喜，产生很大的营养力啊，生命力。当然，那功德也就跟这个很会煮菜的有关。嗯，他他他的布施，那反过来讲，其实都一样。这种我们受用的色声香味触法。 其实，你如果用感恩的心，那么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变成你的福德智慧之粮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认为理所当然，我受用这些不仅仅是不用感恩，而且我还可以嫌你，那你就晓得，其在其实是在损你的福报，也在断别人的功德。啊，这一一,一个观念不对，一个起心不。 嗯、呃，起心动念不对，其实那个善恶差别很大，功过差别很大。但不是我们不是要去分别，不是要去执着，而是要去把它讲清楚。虽然这个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你弄对了，它功德无量；弄错了，过失嗯无量啊。好，所以同样的，你有这种内外接近的自受用、他受用都有。 那只要有人碰上你，没有一个不不，就是说不受其益啦、啊，哎，都会得到你的身心、你的正，呃，正一两报的加持。诸有所作，亦不堂捐啊！所以我们只要去做我们该做的，那绝对功不堂捐啊！如是一切功德悉皆具足。这到最后这边讲的就是说，一个菩萨的行者。 他呃动手动脚行住坐卧啊，那个抬头顺目啊，其实都在说法啊，都在说法。那一样的，譬如说啊，我我们我们呃在密法里面有自他相患的，而且你吸一口气，那呼一口气，加上了法的内涵观想，其实他就在。 跟整个法界在互动，吸一口气，呼一口气，我们呃平常只是把它认为理所当然，甚至根本就不甩它，哎，但是你若懂了这个法，你用这个法来修，那吸一口气，呼一口气，那无穷的法门、跟慈悲、跟智慧在里面啊，所以，嗯、呃，不是谁学多久了，谁修多久了，其实那个一点都不重要，而是你到底学什么，修什么。 那内涵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才决定你那个行为到底意义到哪边，功德到哪边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知道，这三万两千个菩萨都是大有来头，大有修持，大有功德。那我们如果要学法，就要这样子去学，学什么才叫对的？要这些你一条一条，随时都拿来检验自己。 有没有跟这个相应一点点？相应一点点就不得了。那如果完全不相应，那就代表你虽然是学佛，也甚至也去受了菩萨戒，但你的行为都跟菩萨不相应，啊，都是不是对中。哼，好，那么接着我们再念啊，其名曰等观菩萨。 不等观菩萨，等不等观菩萨，定自在王菩萨，法自在王菩萨，法相菩萨，观相菩萨，观言菩萨，大言菩萨，宝积菩萨，遍积菩萨，宝所菩萨。 宝应所菩萨，常居所菩萨，常下所菩萨，常产菩萨，喜根菩萨，喜王菩萨，变音菩萨，虚空藏菩萨，智宝聚菩萨，保勇菩萨，保剑菩萨，地网菩萨。 明王菩萨、无源光菩萨、慧基菩萨、宝胜菩萨、天王菩萨、坏魔菩萨、电德菩萨、自在王菩萨、功德相言菩萨、狮子吼菩萨、雷音菩萨、三香吉音菩萨、香象菩萨、白香象菩萨、藏精进菩萨。 不休息，菩萨妙生菩萨，华严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德大士菩萨，饭王菩萨，宝障菩萨，无生菩萨，原土菩萨，精济菩萨，诸界菩萨。 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、如是等三万两千人，富有万梵天王的、失去等。到这边就好。啊、okay. 哎哦，这我我们虽然他都只是一个名，但是所有菩萨跟佛，他的法号一定都跟他的功德相应，就是他某一方面的功德特别殊胜。 就拿他这个特别殊胜的功德作为他的名字，这个我们老师傅很会啊。譬如说，呃，这点老鼠于啊，这剃剃汤哎鼠名啊，这个上面哈，哎，那个按头颈的得属于啊他们就用他的职业的特色，哎，跟这个人相应。其实这样就很容易记。那事实上，我们要了解菩萨，从他的名称、名字。 也可以了解到，要当一个菩萨应该具足哪些功德，是我们该学的。所以这他虽然只是一个假名，假借他的功德立他一个名，但是假名里面有实用有实相，啊，嗯，这样呃学起来才有意义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很快的讲过去，等观就观一切平等的意思，啊，那跟我们最有。 最有用的就我们观事观理，要晓得事理不二。若只有理没有事，那种理叫空理，没有用；若事有事没理，这种事不能复制。哎，因为它没有贯穿过来的理当它的基础啊，所以呃，一定要理跟事能够合一，这个叫等观。 好，那一般我们来讲，譬如说跟我们最有关系的性跟相要合一。性是体性，相是外相，外相是缘起所生，体性是缘起本来。啊，那我们就知道一切都空，随着缘起而现一切相。那相因为要依缘起，所以它不能自主，不能做主。只要一念变了，相就跟着变，所以相不可以执，啊，不可以执着。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内外相应，理事相应，性相相应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啊有分别心。所以等观呢，就观一切平等啊。所以这个就叫平平等就不二啊，不二是不是有二？二而不二才真平等，不二而二才叫真平等啊。如果只是一，那有什么等不等呢？啊，是不是不是 only one 啊？ 所以我们说，虽然讲一真法界，不是一真法界，就是一不是，而这一切法界里面都平等平等。所以你男人有男人的相，女人有女人的相，老人有老人的样子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样子，完全不违背啊，完完全是合为一体了，不是连那个一相都不可得，所以没有合合相可得了啊。好，那不等观呢，就观它的差别相。 观它不相等的地方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天底下没有两张一样的脸。哎，即使像谁啊，你仔细看，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个别的不一样。因为这个这个法实在是太微妙了，多一点点，少一点就就是不一样。所以，我们除了知道它的总相，就前面那个等观，更要晓得它的别相。知道总相是能够得一切智。 知道别相是能得道种智，道种智才能真正的对机说法好，那接着下来，等不等观这个菩萨智，一切种智，一切他有种智有别智，那种不离别，别不离种，要无恶无别啊。所以你要等对对分别心大的，我就跟他讲等观啊；对什么东西都笼笼统统了，我就跟他讲不等观。 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做也一样，不做也一样。这时候你就要跟他讲，做了有什么好处，不做有什么过失？不是做不做一样，所以完全要对己说法。那一样，每一个人修的呃，因为切入点不一样，所以同一同时他呈现出来的功德力也就不一样。呃，这个等观菩萨了，什么都动不了他；那不等观菩萨，什么他都了了分明。 等不等观菩萨呢？既动的动等于不动啊，明明了,了了，但是毫无分别啊。是这个当然是三个菩萨，哎，都有功德，但是功德的内涵其实还是都不一样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定自在王菩萨就专修定的菩萨，那他在定里面出定入定根本就没有问题。 啊，你要金刚三昧也可以，要要要水流三昧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这个叫做定自在王，他修定已经完全不着相了啊。什么东西对他来讲，哎，他要安住就安住，他要出离就出离，没有入出的分别。这个就定自在王菩萨。好，接着那当然法自在王，就是他一一切法都完全自在。 一切法，他完全能够掌握清清楚楚，这是法自在。而法自在的人，他受用呃无穷。那弘法立身的时候，也是完全可以对机，他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，不会只说一种法啊。好，接着法相菩萨呢，那我们就这个在那个呃玄奘大师把它翻成法传菩萨。 那意义是，也就这个人修修得很庄严，法相庄严。那法床呢？呃，一般那人波车啊，还、哎、是什么的，大法王一出来，呃，没有达赖喇嘛一出来，一定有一个法床。啊。那我们这边当然很多住持啊，这些大法师啊出来也会抓着那个法床，那 OK 啦，哎、就庄严啦，但但是这边指的就是真正的法的庄严。 真正法的庄严说法无碍啊，那个那个相貌也是很庄严呐、啊。这个就叫做法相菩萨。光相菩萨呢，就是显一切人的一切的智慧。其实大跟小从能量来显现，能量的大跟小从它发散的时候那个动力显现，是越短波的。 那穿透力一定越强，越长波的穿透力就越差。那真正的光相菩萨，他就长短波他都可以用。哎，我也可以显现很有智慧，也可以显现很曼妙的声音，也可以显现很庄严的法相，都可以。当然，这里面其实无非光就是能光相，就是能量的一种，呃、啊，无穷的表现，就光光传菩萨哈、啊。好。 一一样的光颜菩萨，就用智慧的光来庄严，来庄严的菩萨。所以，呃，这三个其实又是都是用光，用呃智慧来显现的啊。接着大言菩萨，大言菩萨，嗯、呃，这个大呢，我们马上联想到大方广啊，大方广。这大只是取其一，就又方又广。 就体相用完全能够呃圆满成就的这个菩萨叫大言菩萨，所以他这个有大多殊胜的意思在这个大啊。好，接着宝积菩萨，呃，那个把它翻成玄奘大师翻成宝峰菩萨，那就是说我们把宝堆积在一起的菩萨，那这个。 宝当然不是一般的七宝啊，不是，而是法宝啊。法宝累积的很高，所以他说法无碍，这个就是宝积菩萨。所以，嗯，宝积他除了财宝，更重要是法宝，来累积积极的很多财宝法宝，所以他福报又大，智慧又高，是宝积菩萨啊。变积菩萨的很明显。 我们就知道他辩才无碍，说法无碍啊，呃，积就是累积很多的意思了啊，很圆满的意思。然后接着下来，保守菩萨、宝印菩萨、常举手菩萨、常下手菩萨，这个指的里面就有手，手就是一个方便啊啊，手就是一个方便，他有拔济众生苦的能力，然后有受手，这这，在他很。 危险的时候伸出援手，所以手这这边保守，就是他完全用法，用最珍贵的东西来授予众生，来提携众生，这叫保守菩萨。那他所显现出来的手都有手印，手印就是说他每一个手都有法的内涵在里面，所以叫宝印手菩萨。然后你有这个宝印保守，又有宝印手，那就要显现出来。 有的是举手，有的是下手。我们来看那个阿弥陀佛，就举手、下手、下手，的手往下，这个代表无畏师，这个叫做接引印啊，这个让你没有部位，不要恐惧。呃、啊，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手印，哎，当下心就会静下来，就稳定下来。那这个呢，就充满着希望。有人随时都念着你不舍你，所以你只要不舍。 子异父如父异母,、哎、母，如父异子，子异母如母异子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就时时都会相应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学佛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有这么多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,正,正觉的佛或者摩诃萨，其实他们无时无刻不护持着我们。你只要真的精进用功，用对的态度。 绝对不会舍弃你，不要怕，怕的是你自己舍弃自己，那谁也救不了你。那舍弃自己呢，就是随时用强烈的贪嗔痴慢疑，在在使唤自己。那如果那样的佛菩萨帮不上忙，你念再多的咒啊，再多的佛佛号，不受用就是不受用，因为你的根本见地、根本的身心都没有调，那你弄这些都只是贴标签，你贴了全身贴了。 那个佛都上面都写佛，你就是佛了吗？不是吧？那当你心里面随时有佛的时候，不要贴标签，你还是随时跟佛在一起啊。心生则种种法生啊，心有佛，佛就跟你同在。哎，当然我们常常就主跟你同在了 <laughs>，那是佛跟我们同在，实相跟我们同在，觉性跟我们同在，清净跟我们同在。 你只要不去扰动它，不去用我们的无名习气业力去动它，其实你随时都是绝症进的，啊！所以修行难吗？不难。不难吗？难，因为你已经习习惯错，嗯，要对很难。那 <laughs> 你说想，我本来对，要错很难。我生气了，我本来没气的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马上回来。 本来无理取闹了，我为什么要无理取闹？马上就不再无理取闹。所以这个要对很简单，因为你本来对；要空很简单，因为本来空；要有就要有条件啊。你你想去跟他争，你要争赢他，你就必须有条件。必须有条件是什么？ 我已经说服自己，我知道这样才对，所以我就用这个道理慢慢跟你讲，讲到你接受。那问题我们不是啊，没有说服自己啊，你没有把握能够说服他，所以当然就用大声的啦，就用争吵，就用不理啦。啊。本来朋友一下子就翻脸了，那那个都是完全错误的哈。好，那接着长惨不是很悲惨吗？ 这常产是很悲悯的意思，就就不忍众生受苦，看到每一个众生都那个不忍的心油然而生对对，这那这，你也当加贺，阿想让病家拜，就那一种那一种心情，啊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了，这个是常产菩萨，所以心里面都是那一份柔软平等的同体的心，这是常产菩萨，好。 那是讲禅不好，讲喜比较好，就随时法喜充满。你只要碰到我，你就高兴，叫喜跟菩萨，喜跟菩萨就从里面到外面，通通是普，通通是欢喜的。我自己也欢喜充满，别人看到我也欢喜充满，啊，那我们如果业障多呢，自己也痛苦，别人看到你就升起烦恼，这到底有没有修？从里面来了，你你把里面的真。 整个翻转了，自然你的法界、你的因缘就通通翻转了，不,不是你搞啊？哎，没有真正搞的人死。咱影自己不搞，含慢的人拢干嘛自己在搞，哎，就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不要不要不要，嗯、哎，不要太喜欢耍宝啊。好，嗯、那么除了欢喜以外，他到死亡就完全自在了。 王就是，呃，人里面最大叫王嘛，喜里面最大的喜，无上喜、圣喜、殊殊胜的那种欢喜，不可量的欢喜，就叫喜王啊，啊，叫喜自在的菩萨。好，接着下来，呃，我们要弘法利生，要接引呃众生呢，你就必须具足四遍跟八音啊。八音不是我们常常讲的唢呐啦、啊，而不是这些，而是。 在讲我们呃真正的要弘法利生的时候，你的声音里面必须有什么特色？那四辩呢？就是你的辩论里面必须蕴含什么东西？啊，你你要去说服别人，那么你必须说的法讲的内涵都不离法，你说的法都有真正的内涵意义。 就法变无碍，变法无碍，变义无碍啊，然后变词无碍。我该用怎么样子的语言，怎么样子的描述方式，让你听得懂的，让你能接受的，讲这样子跟他相应的语词言辞。到最后呢，更重要的是你要乐说无碍。我我不是要跟你辩，我是希望你懂，我不忍心你不懂。 不忍心你落在邪知邪见里面啊，还自以为是，所以要跟你探讨，嗯，讲不好听叫辩啊，就是要辩，帮你驳倒你这样是不对，但是没有要驳倒他的意义，他的真正的动机是往上的，是完全依依法的，不是依人我是非的，完全依法，这个就是事变，那八音呢？呃，就是我们要说法的时候，你的声音里面。 要是很棒的声音，极好的声音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音色，其实也是累声累节发愿修持来的。有有些人声音就是不好听，啊，你你看那立法委员就有几个声音特别难听，你听他说话实在是很难过，那声音都破铜锣的声音，哎、啊、呀又喜欢讲话，那个那个就不好，<laughs> 那一样的我们呃讲话。 就是哎，用最好的声音来表达，不是用最大声，人家就是讲这些话。哎，用什么样子的音量好？要用极好音，然后第二个要用柔软音，不是说得理不饶人，讲话就要很大声，诶就要让对方怕你，还是听对方完全听你的？不是，不是，每一个声音里面都用最柔软的，诶只有柔才能克刚。 我们晓得现在末法的众生都刚强，刚强的众生，所以你要弘法利生一定要柔软音，不要用刚猛音，千万不要哈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柔软。第三个是合适的声音，合适的声音就是说，哎，哎，怎么样子讲，哎，恰到好处，不增不减，不多不少，这个叫合适的音。嗯，第四个。 就叫尊慧，尊慧就是说我讲的声音里面都有很多尊贵的、尊宝的内涵、智慧含在里面，也就不起疑的意思。我是神话一哥啊，但是一讲法的时候就不会珍惜语言，但是要恰到好处，里面一定要有内涵。 才才，所以这些话意思就是、你讲的有道理、有内涵，对方能够入他的心，能够开启对方的无名的那个那个念头，把它翻翻开来，让他智慧能够升上，这个叫尊慧音、啊，尊重的尊，智慧的慧，尊慧音啊。第五个就叫不女音，这个我以前那个。 嗯、呃，我我们那个唱功师傅很喜欢讲，不女音不女音啊，你如果在那边转来转去，不女音，哈哈然后马上马上会指责你不要这样唱啊，那就庄严虔诚的唱，不要嘛把唱的让人转来转去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不需要啊,啊，然后又那时候我有点怀疑的是，叫人家不女音，好像叫人家不要转来转去。 但是唱功在念经最会转，<laughs> 但是你觉得他转得棒，那为什么你不能转？他可以转，就里面有没有内涵？你你有没有线？还是只是顺你的气、顺你的性、顺那个言辞？你很自然的发舒，那个就不是。所以那个女音呢，指的就是这个让呢。这个 听起来不舒服，嗯，所以不是女孩子的声音让人家听起来不舒服，而是声音太尖锐，啊，太造作，太用力。这个其实就也这意思，也就爱线的意思了。不要用那个爱线的声音来说话啊。然后第七个，呃，第六个叫不误音，就出来的声音都不会犯错了啊。那第。 七个叫深远音，第八个叫做呃不结音啊。那个深远音是是什么？所以其实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交流一下。你发声发声，什么是女音？气急败坏的声音，呀，那个一下子那个尖锐的声音就出来。这时候你要赶快做深呼吸，从你的腹部发音，诶，出来就就有深远音，深远音。 你那听起来就不会不不会不舒服，但是我也听过很多男众哈、哦，在讲话的时候是单点就无了，但是那种声音听起来比女音还难听，根本就是狗在吠的声音，他用很多力量哈出来，那那个其实那种声音更不雅，比女音还难听啊、呃，所以也不是也不不是，而是要深远。 要要要要低沉，要压进去，要柔软，然后让它出来，而不是暴气的出来。我们吵架暴气那个绝对不是深远音啊，深远音一定是又深然后又远，不会那么直接对冲的。那不结音呢？啊，余音绕梁啊，有时候我们听听一句话，哎，然后随时想到他在讲的那个声音，你随时可以进来。 哎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内涵里面有无穷的内涵，你一想到这这个声音，马上想到更深的意义，这叫无结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啊，因为这个我记不住，说要把它写下来，我最不会记东西了。好，我们收拾我们的身心。 啊，将我们的气恭敬的往上送，供养十方诸佛，哦、嗯啊，回入法界，啊，然、啊、后回向众生，嗡。